喜憨儿。瑞凡，你累了，瑞凡。我刚点一点，我想说基础属性不重要，就忘记那个叫魂路的技能。学生，我超他3000万，如果再打出的话，就很好笑。我累了，刚太北七了。Had to rise up just so they could see me. Did what I had to do just to feed me. And what was left over, I put towards my family. 刚刚打火烧也没点啊。我改极限抗我之后，那个技能就没点了。靠背。快笑死。那等一下火烧可以再打打看，因为刚那个没点。有啊，被打没那么痛了。不用，我现在发现他直播可以直接截取精华片段，然后我再把它下载下来剪辑就好了。主播脱台前。就是要黑你们啊，怎样？有啊，这个就玩虐啊，有点跟没点差这么多。主要把姜伟调到07后面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是为了躲马云路啊。应该还是江天地的伤害高啊，对啊，打了17000多。我们先打刚刚的那个火烧队。啊，不对啊，等一下，哎，赢了，可以截取精华。董白一打全部三小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董白版本答案。月战6000万，5000多万。没，我觉得角色池越深之后就没有所谓的最终解答。阵容克制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。噩梦完全上不去啊，这一队。
赢了啊，刚刚这是回放啊。炸死了。他四亿多，正图纸才两千四，这就是虚的战力啊！你的抗性比较重要。等一下，我剪个精华。